使愿求有人能发到，甘心一天入歧路，权力令我心倾慕，还是愿你待人好。但当你心缺乏爱时，明白世间情至高。真王阿玛，系二神，帮自己太监同侍卫，我已经命令佢哋翻去休息。你嘅命令？冇错。而家整个紫禁城已经由隆科多嘅亲兵控制住，亦即系话禁宫喺我掌握之中。开炮！阿玛，你唔需要再叫。韦公公以后都不会再回来你身边侍奉你，败局已定。其实王阿玛好应该好像阿爷咁去五台山度颐养天年，朝廷的事就交由二神代你分忧。你想朕逊位俾你？王阿玛，你已经无路可行。如果朕唔应承，唔好逼二神做一啲我唔愿意做的事。你敢杀朕？朕在位几十年，一生为了大清的社稷，完全没有做过半点违背良心的事。估不到今天竟然有这样的报应，朕做错了什么？难道最错就是生了你们这一班不肖子，你们个个都想谋夺朕的皇位，但是你们不要忘记，你们个个都是朕亲生，但在你们心目中，皇位比亲情、伦常更为重要。在我心里面，好东西比皇位更重要。我的性命，王阿玛年事已高，来日无多，根本就无心眷恋呢一个皇位。不过朕要传位嘅人绝对唔系你，你死咗条心啊！你人精，咁你又何必明知故问？我真系唔明，我有咩比唔上人精？在众阿哥之中，论治国之才，有哪个比得上？王阿玛，你心中有数，因为你心术不正，大清的江山不可以落在你手上。只不过是王阿玛你对我的偏见。偏见？你敢说你是一个忠义相传的孝子吗？我不是一个孝子，但你王阿玛你都不好得我几多。你还记不记得阿爷要我在五台山带回来的手谕？阿爷要你封我为太子，但是结果是怎样？你还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我圈禁。难道王阿玛你这些又叫做孝义吗？仁真，你苦心自问，你上五台山为了什么？你完全想取悦你阿爷，还有你派人偷看遗诏，其实朕全心考验下你，结果你的野心就暴露无遗了。是，我是有野心，我身体帝王之家，上天注定我一出世就要去争王位，我连我做一个普通的背后，我同一个废人又有什么分别？王阿玛，你做背勒的时候没想过要做皇帝的吗？有，但我不像你这样不择手段去谋夺王位，你没有资格做一国之君，为君者一定要光明正大。
我会证明俾你睇，我可以做一个好皇帝。你好自然，你以为你真系胜券在握？你只不过占到一时嘅上风。如果你真系杀咗朕，谋夺咗朕嘅皇位，试问你点瞒得住咁多皇宫大臣？点瞒得住天下间嘅人？仲有，人知佢手握大军在握，恐怕到时你嘅皇位未坐稳，佢大军就兵临城下。一阵回头是岸，其实你同人证都是亲兄弟，哪个做皇帝有什么分别？除了我之外，没有人可以登基为帝，犯阻我者只会死路一条。朕要骨肉相残，我不在乎。唐太宗当日一样杀兄弟，发动元武门之变，但是他始终都做到一个好皇帝。你简直丧心病狂。阿妈，请你下旨逊位。你妄想！我讲过，系阻止我登上帝位嘅，都只有死路一条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逊唔逊位？无谓浪费唇舌，朕唔会下旨嘅。魏公的人头在这里。
舅父。在。全委医，四王子。真四王请过目，依计行事。扎阿嫲佢出咗事，黄阿嫲佢唔会咁快就，黄阿嫲唔会有事嘅。龙科多，大行皇帝不行驾崩。科多，皇阿妈琴日仲安好，点会突然间驾崩？我唔信，我唔信！白贝纳，经过雨禁地，皇上确实已经驾崩。钟鼓齐鸣，皇上已经驾崩。咩话？新君主持大局，舅父讲得啱，国家一人不可无君。我都想知道我哋咁多嘅兄弟中，边一个可以继位？请舅父宣读遗诏。扎，微臣即刻嚟办。各位，请。
达宣读大行皇帝的遗诏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人形掩玉狂疾，难胜败宝，朕晏驾后，全毁于四王子胤禛。各人定须勤苦助治，以遵常理，勿得孤恩戾戚，有负朕意，任此。臣参见皇上。三位阿哥，点解唔参见皇上？皇位冇理由会传俾四阿哥嘅。冇错，皇位应该系十四倍辣嘅。九弟十弟讲得好啱，我都唔知点解皇阿妈会将皇位传俾朕。不过而家遗诏在此，唔到你我唔相信，所以我怀疑遗诏系假嘅。九阿哥。遺诏是先帝所立，而且在当众面前由牌匾那里攞落，怎会假的呢？雍王做皇上，我们不服。三哥，这对排行最大，请三哥帮朕讲句公道说话。九弟十弟，四弟尚有先王遺命，还有群臣拥护，你们不要再搞事了。况且皇阿玛尸骨未寒，你哋喺度大吵大闹，市民又点对得住皇阿玛在天之灵呢？八弟，你平时系点教佢哋噶？九弟十弟都因悲伤过度，一时情绪失控，请四阿哥原谅。我又点会放喺心度？既然系咁，就请八贝勒、九阿哥、十阿哥行礼叩见皇上。见皇上，既然皇阿玛将皇位传俾朕，朕定会全力以赴担此重任。不过亦希望诸位鼎力扶持。臣一定效忠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韦公公呢？他是皇阿玛最亲近的心腹，你一直都不见他。回八贝勒，韦公公已经自尽殉职。你要知道，韦公公是先帝最爱惜的太监。而家作为一个奴才，殉子报恩，你又怀疑啲乜嘢呢？冇，我随便问下啫。皇上。臣刚才言之有身，不单止得罪了皇上，更加愧对皇阿玛生前的教诲。臣想向皇阿玛的遗体请罪。站住！如果你不听朕的说话，臣只是想向皇阿玛请罪。皇上不让微臣入去，莫非皇上惊微臣发现什么？朕话不准就不准。等五翼皇阿玛嘅遗诏以为不孝，而家仲硬闯寝宫，骚扰皇阿玛嘅遗体，更为不敬。你举动异常，朕点可以俾你入去？龙科多，在，叫人带八贝勒等回府。咋？八贝勒，请。派人为虎，唔俾我哋擅自出府，真系可恶！我点
点都唔信皇阿玛会将皇位传俾佢。事情唔会咁简单，我怀疑容科多同老四串谋，喺乾清宫发生嘅事，一切都预先安排咗咁。王阿玛突然驾崩，我三番四次想埋去王阿玛嘅遗体，都俾佢极力阻止。做韦公公嘅死，亦都令人怀疑。我越嚟越觉得有问题。咁巴拉哥你意思啊？王阿玛嘅死因极之可疑。冇错啦，老四嘅性格凶残、机仇，连太子都系佢害嘅。佢做咩唔敢做啊？我哋要尽快通知十四弟。我哋被困喺度，边度都去唔到。我哋点通知十四弟？咁我哋应该点做啊？如果王阿玛真系俾老四害死，我一定唔会俾佢只手遮天、任意妄为。等佢占用王阿玛个遗体嘅时候，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皇上，白贝林一早已经弃咗疑心。如果到时俾佢哋占用为用，万一喺当中发生咗咩事故嘅话，皇上千祈唔好冒呢个险啊！好，呢件事就交由你啦。但你要记住，一定唔可以出半点差错。走。大铎仲有一件事想提醒皇上，在皇上未登基之前，一定要将京中的消息封锁，不可以俾十四阿哥知道。而且我哋要尽快派人通知年将军，叫年将军暗中拖延十四阿哥入宫西藏的事，咁样就可以瓦解佢的兵权。咁皇上，你的压力就可以大大减少，皇上就可以尽力处理宫中一切的事。孔德，马上派人火速前往西藏，通知连根耀。走。微臣叩见德妃娘娘。两位御医请起。谢德妃娘娘。大行皇帝突然驾崩，皇上究竟系染咗咩病？回娘娘，大行皇帝系因血管淤塞，导致血流不通，病发唔够注香时间就加班啦。你两个何之罪？奴才唔知犯咗咩罪，请娘娘明示。血管淤塞，从来都冇听到你哋话皇上有呢个病。你哋平时点样医治皇上啊？奴才知罪，请娘娘饶命。奴才冇，奴才冇，娘娘饶命。皇上驾到。微臣参见皇阿玛。免礼。微臣参见皇上。你两个冇用嘅奴才，仲唔快啲翻出去？走。你哋都翻出去。驾崩，就唔知道你心中一定好难过。不过你要顾住身体至好。你王阿玛突然驾崩，我真系觉得好奇怪。朕都觉得好奇怪。不过王阿玛嘅死已成事实，希望王阿娘你唔好太过难过。你继承大清江山，得到皇位。王阿娘觉得更加奇怪。冇错，朕都估唔到遗诏入边会系朕嘅名字。人人都认为会系十四弟继承大统，但系偏偏又唔系。王阿玛所做嘅一切真系令人费解。我唔知道你做过啲乜嘢，你同胤禛都系我嘅亲生。我只是希望你问心无愧。
你咁讲系咩意思？你嘅心中系咪认为十四弟继位先至啱？如果真系十四弟做咗皇帝，你系咪会开心好多？我相信皇位本来就系人证嘅。我再问你一句，你系咪真系问心无愧？朕可以答你，朕系问心无愧。你有心事？皇上已经驾崩。皇上驾崩？点解会？你坐低先啦，你个伤仲未好翻嘅。你快啲话俾我知，到底发生咩事？我先我买药嘅时候，听到皇榜系咁写嘅，而且皇位仲传咗俾四阿哥。太突然。大行皇帝身体一向唔系太差，点解咁快就会驾崩？真系难以置信。系咪宫中发生咩事？我唔知。四阿哥得位，实在叫人怀疑。我记得阿嫲曾经同我讲过，皇上一向属意嘅系十四阿哥，但系点解遗诏上会传俾四阿哥？皇上死得可以，但是四阿哥得位，更定系怀疑，其中必有隐情。格格，你即刻回宫，查探下到底发生咩事。就等我先人回宫，你一定要等我翻嚟。兼养大行皇帝的时辰已到，为何皇上还未到？乜嘢？我哋未沾染皇阿玛嘅遗容，你又将皇阿玛遗体入殓？贝伯贝勒，近来天气酷热，恐防先帝嘅龙牙肉变，率先行入棺而保持先帝嘅龙牙。龙科多，你究竟系边个嘅意思？系朕嘅意思。
飞娘娘，难道你不想见皇马最后一面吗？德妃娘娘，德妃娘娘，仁真，你既然身为皇上，就应该按照祖宗的律例去办事，这样才可以服众。你应该先给我们瞻仰先帝的遗容，然后先给他龙体入棺。龙科多，你听不听到德妃娘娘要求开棺？龙科多，开棺。德妃娘娘，得到皇上的下令，是微臣不能照办。你仲下令？王额娘，儿臣恕难从命。雍王，你迟迟唔肯开棺，系咪皇阿玛灵柩中有不可告人嘅秘密？你惊我哋有咩发现？咁讲系咩意思？就系九五之绝，朕话唔准就边个都冇权开棺。朕，你忤逆先帝嘅规条，你实在太不孝。皇阿玛竟然难嫁入殿，如果而家开棺就等于对皇阿玛不敬。乃是一国之君，朕有权改任何的规例。冇朕的意志，边个都不准开棺。违抗圣命者死。王额，朕不想再同你争论。龙科多，在。松，走。各位。请回。师娘，我嚟同你讲个好消息啊！阿妈，你翻出去先。阿妈坐。究竟咩事？四王爷已经做咗个皇上，你将成为大清国嘅皇后，成为全天下最尊贵嘅女性，唔通呢啲唔系喜事咩？呢件事女儿都听讲过，但我始终有啲唔明，点解四阿哥可以成为皇上嘅？思兰，你系女儿家，无需要理咁多啦。不过四王爷咁快可以做咗皇上。阿嫲从中间做了很多事情，如果没有阿嫲的辅助，四王爷就没那么快可以做皇上。四阿哥继位，要阿嫲你辅助，阿嫲你做了什么事？思兰，你都不是理那么多了，你都是准备做你的皇后吧。阿嫲，女儿不是想知道你做了什么事，官场如战场，女儿怕，怕阿嫲你会后悔。思兰，你放心吧，阿嫲懂得怎么去做的了，你都是准备做你的皇后了。四阿哥，你做了皇帝，但你曾经说过皇位是十四杯辣的。朕都估不到，可能是横力斗得皇阿玛欢心，致令到皇阿玛对朕改观。看来朕当初真是怪错了皇阿玛。所以朕立誓要做一个好的皇帝，以报答皇阿玛对朕的恩情。表恩知道你会是一个好皇帝，表恩一定会支持你。而家宫中大小事情，
都要由朕一个人独力承担。有时真系觉得好疲倦。表人，朕真系好想日日都见到你。你同朕一起回宫，衣服朕都同你准备好。我唔想回宫，我要喺度等我爹翻嚟。你而家嘅心情朕系好明白，但系就算你留喺呢一度，都于事无补。你放心，朕已经派人驻守喺呢一度。如果一有苗老伯的消息，我哋马上就会知道。但系你唔好再犹豫。朕而家虽然系贵为一国之君，但系众兄弟依然对朕不服，想夺去朕嘅皇位。朕而家同皇帝嘅处境都相当之危险。如果你肯回宫照顾皇帝，咁朕就可以专心咁处理国事。皇上，原来你的处境是这样。你听我说，同朕回宫。皇上，苗欣，你仲记唔记得呢间房？呢间系朕嘅乳娘常在嘅房。呢度一啲都冇变，啲摆设仲同以前一样。冇错，一啲都冇变到。朕至少就系常在秋大，常在亦系最通识朕嘅一个，所以朕特登留翻呢间房嚟纪念常在。皇上，你的一番心意，我相信常在在天之灵一定会感受到。皇上，苗欣有个请求，请皇上恩准。你起身先，有咩请求你即管讲，朕一定会应承你。苗欣想住喺呢度。你真系明白朕嘅心意，你又等我一阵，朕好快脆就翻嚟。云丽，娘亲终于可以见到你，仲快啲叫娘亲。娘亲，乖。你哋跟我嚟。系。阿司马郡主，郡主。阿哥，开头快两步。冇事啊嘛，我冇事，但系我啲族人，对唔住，郡主。为什么你会被蒙古兵追杀的？因为我要帮十四阿哥攻城，所以就带埋啲族人嚟到呢度刺探军情。点知被人哋发现咗，仲追杀我哋添。好彩得到十三阿哥你啫，如果唔系，阿司马都可能难逃劫数。
是啦，十三阿哥，点解你会嚟到呢度嘅？我系奉皇阿玛之命，特嚟犒赏三军。我带你回迎见将军啦。皇上将苗恩接入宫中，咁样做法到底系咩意思啊？我以为舅父你为咗咩事咁嬲怒，原来为咗呢件事系嘛？我接苗恩入宫中，当然有我嘅原因啦。哦，皇上系咩原因呢？原因好简单啫，我只不过系唔想印字班人有机可乘，攞苗恩嚟威胁朕。只要皇上当苗恩系乡野民女嘅话，苗恩又点可以威胁到皇上呢？我睇嚟，皇上对苗恩都有一点情喺度啊。舅父，你此话何解啊？其实苗恩话晒都系皇帝嘅亲娘，如果我对佢不加礼遇，又未免太过不近人情啦。况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我唔想为咗苗恩嘅事而费心。皇上，你要知道，只有舒兰可以成为大清国嘅皇后，任何人都唔可以代替佢嘅。呢啲系皇上许下嘅诺言。舅父，你放心啦，我知道点做。况且日后我仲要舅父你嘅扶拔，大清嘅江山又点可以冇咗舅父你呢？只要皇上记得微臣嘅话，微臣一定全力辅助皇上。好，讲得好。将你想推得更高。